第四集《如果还有明天》，由经典歌后潘秀琼、中日混血儿艺人玉美、狗仔队之父、被癌症缠绕的中国商人，他们的家都曾经陷入崩溃边缘，但在绝望边缘遇见上帝，重新发现有一个家，永远不会被摧毁，不会改变，是他们永恒的居所。如果还有明天四，能回家真好。7月22号起，每星期三晚上10点。